我是称职好爸妈，下雨减少工作，只为陪孩子。朱茵可以说是绝对称职的贤妻良母，而作为男演员代表，夏雨也是毫不逊色。自从2010年宝贝女儿出生后，夏雨并没有像其他明星父母一样拼命工作赚奶粉钱，相反还有意减少工作量，就算偶尔露面，也都是挑北京的活动，并不会占用太多时间。等她将来上了幼儿园，其实就算是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了吧，她就开始慢慢接触到她的新的朋友，接触到新的社会环境。他可能就没有那么需要你了，他最需要你的就是这段时间，所以我想不能错过这个时机，一定要花更多时间。能放下工作来陪孩子，对一个年龄事业都正当的男演员来说并不是一件易事，尤其夏雨和妻子袁泉都同属演艺圈，这就更需要双方互相体谅与牺牲。就分工呗，就是两个人必须只有一个人忙，就不可能两个人都不在家。最近是谁比较忙？最近是他妈比较忙嘛，所以我就在家看孩子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